我们这一站来到了花莲，找到桑阿姨。Hello， 晚安。还有可爱的小宝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李静。李静。我叫李静。哇，是静宇。好，那我们这一站呢，就是来到花莲，要请可爱的桑萌一家人帮我们完成哦。那首先等一下呵呵等一下看起来有点可怕。花莲在哪里？这里。你们都知道耶，好厉害哦。花莲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在这边带哦。好，那姐姐先来。 OK， 好，来这边。好的，成功。好，弟弟。哦耶，好棒哦。来妈妈，等一下哦，来擦擦。对，很棒。擦擦手。耶，成功。卫生纸在哪里呢？等一下哦，妈妈等我。 OK， 然后你要签名。手不要擦身上哦。好，来姐姐你要写姐姐。奶奶，我今天有新朋友，是妈妈的新朋友哦。蓝色。他给我们盖哦。那你要在这边。可以。来这边写你的名字，写一个。好棒哦，才跟奶奶介绍今天有新朋友。好棒的，我这是，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姐姐先写完 ，OK， 姐姐写好了，好，姐姐你会写吗？姐姐你会写名字吗？欢迎小姐代表李老师，好，来啊，你快点举手，那你在这边点一下，这里，那你在这里，在你的蓝色上面 ，OK， 成功，还没完，啊，还没写完啊，你要写什么？六，写在这里 ，OK。弟弟好棒哦！好，换妈妈，妈咪，写三，耶，成功！来给我们镜头看一下我们的花莲站，弟弟，快点，我在点了，快点，弟弟你在干嘛？弟弟来啊！我在点了，耶，都点了，这好棒！来，耶，成功，很棒！